哥，哎，你们要去哪儿？超市。那你们买点吃的回来吗？好。哎呀，不是，太偶像了，我太偶像剧了，不是你，你松手，松手啊！哎，为什么？不是你，你不知道安全带的原理吗？你俩在系安全带呢啊！啊，我这好偶像剧，不用这么偶像剧啊！他过分了，他有点过分了，过分了。来个升格，等会儿，嗯。唱啊 ，BGM 上犯不上 ？You are my destiny。来，下一期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我们回顺义喽，我们回五十公里了，拜拜。逃离桃花坞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本来想跟他们一起做那个冥想屋，你赶紧下去。但是、啊、我想了又干下，我不能背叛我的小团体，所以我就又出现了。你的小团体哪有你的小团体、啊？本来就没你没对、啊、小团体早没了。哎，我们不是住在一起，不就小团体？那你那意思是说周野背叛了小团体？我没有，告诉你，你少害我。你那意思是人家先背叛了？我没有，你少害我，哥心里。啊，今天色系也比较淡。干嘛？你不会想跟我炒 CP 吧？我傻了，我傻了，我傻了，这人说话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要对你有防备心了。你最好有，你最好有。过去的懵了，过去的懵了。我傻了。败了下来。你也有接不上的梗了吧？对，那倒也不是。主要还得日子还得过呢，我还要脸呢，主要是。是吧？你意思是我不要脸，什么臭弟弟？那也不是，你最好不要这么宠溺的叫我。完了，姐姐，我不行，服了，姐姐。左转，随后在下个红绿灯路口左转13公里后到达目的地附近。咱们是去旁边那个镇子上买东西吗？啊。哦，困死我了。桃花坞的超市，它现在现存的一个基础条件太简单了。但是，来到桃花坞的人，就可能他出去买吃的，那，你在一个小时，他开车没必要了，对吧？我又困了。所以我的一个想法是，我要把桃花坞的超市，100%控股嘛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进行创造开发，我再一点点去影响这整个的桃花坞。但是做这一切的他都要满足一点，你得有人来，这种品牌的社区营销比什么都重要。就是我们走过这个花的时候，然后都帮我拍一些比较近一点的，对吧？就我们会有开心啊，就是那种要很开心哦，来到桃花坞的环境。哇，梦姐你开心一点。太开心了。哇，这花是真漂亮。这也不是花，这啥？这极其之尴尬又做作。我要吐了，再来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哎，哇，郊游，呜，哎，妹妹，妹妹你在哪儿？妹妹，哎呀，这里怎么有这么多柳树呀？哎呦，不愧是。哎，咱们所有的那个相机都帮我拍一下升格。这也挺好，哎，这好。哈哈，你找我呢？啊，我是你的粉丝啊！汉哥，你过来呀，汉哥！汉哥，你抓我呀，汉哥！汉哥的领导力非常好，非常棒。你想一直跟随他吗？当然了。跟小赖、子玉还有周野，谁给你的印象最深刻？肯定是梦姐啊！你们两个再往里边点吧，麒麟。
我就可以站这儿了。梦姐，咋了？特别好。梦姐这人其实挺有意思的，老想跟你耍点小心眼，但是吧，老让你看出来，我们就老爱跟他调侃嘛。就梦姐大姐就是大姐，当然了。不好意思，那不行。来，姐，你干哈呢，姐？那我不好意思。我不用不好意思啊。你不会把这张照片把我裁掉吧？你光说不好意思，你也不动啊，你。姐，坐，北电之光哦，美貌 number one。梦姐必须站门口。哎，梦姐，等一下。哎，梦姐，给梦姐一泡芙机，给梦姐喷上。喷！来，梦姐，来，梦姐。哎呀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快点吧。不用不好意思，还记得第一期的情绪能量中心吗？恭喜梦姐，八号房的团宠就是你，坚持下去，习惯就好。来，大家都请坐了。明天呢，我们就在想咱们干嘛？就一个是陈物长呢，要做一个行为艺术。我准备了一整套计划，我接下来打算实施一个行为艺术作品吧。类似行为艺术的东西会参与吗？会啊。好，搞定十五分之一。我这次准备的是行为艺术，想大家一起做的。我觉得可以。做一个行为艺术，一个行为艺术什么的。我觉得我很开心，我作为物长是，就是我能传大家的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是物长的话，可能还挺难的。因为我们本来是有一个十五个人的一个主题，并且是说是一个一家人的一个主题，一家人主要是吃喝拉撒睡在，对，一起。但是我们吃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，但是这个睡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一件事情。就我现在想的是，我们就在外面这个区域，然后我们把十五床被褥全部连在一起，连成环形，一起在这张床上拍照，睡个午觉。其实压力还是有点大的。行为艺术是最没有功利性，并且最被大众误解的艺术形式。的确，行为艺术听起来就有病，但它其实有它的规矩。成功的行为艺术必须包含四个要素：时间、地点、行为艺术者的身体与观众的交流。我可以举几个例子，就比如说一个艺术家拉着一块冰块在路上走。是啊，这种艺术形式的核心在于一个貌不惊人的行为作为开始，通过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，向观众发起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拷问：你看懂了吗？大家就捧捧场呗。好，咱们明天做一个行为艺术，好吧？好。第二是晚上要搞一个联欢会，大家各自准备节目，可以一起准备，可以自己找伴儿，干嘛都行。其实大家互相都不熟悉，我是希望他们可以放松下来，然后交朋友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了解对方的机会。来，咱们现在讨论节目。我变一个魔术。那个子毅、小野，我们仨邀请你们俩加入我们的乐队。哎，我知道我和欧欧怎么做，中英文报幕。哇，女士们、先生们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咱屋找一个唱票。哇，六号屋一个组合。那你就是我们的明天舞蹈指导。如果是唱跳的话，有点难，要不就纯跳舞。行，您安排。有月月我们就行了，那我们俩就。他其实会弹吉他，你们可以自弹自唱啊。找到专业了啊！好，加油！开心了吗，弟弟？好开心啊！太开心了。咱们撤吧。排练。哎呀！